我的天哪，你们见过这种萌萌的仓鼠捏捏乐吗？居然有人把它剪开，在里面发现了迷你小仓鼠，到了晚上12点就会复活，变成仓鼠宝宝偷偷跑出去玩。哇塞，居然有仓鼠捏捏乐，里面还能开出迷你小仓鼠，而且到了晚上12点它就会复活，然后偷偷跑出去玩。可是去哪里找仓鼠捏捏乐啊？有了，前面有两只小仓鼠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小伙伴，我回来了，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一共抓到了3只仓鼠捏捏乐。为了抓它们真的老费劲了，不过这些仓鼠捏捏乐也太可爱了。你们说这里面真的有小仓鼠吗？觉得有的扣一，没有的扣二。寻访之前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，劝你们千万别输入1314，不然你会看到最想你的人。最想我的人是谁呢？打开评论区输入1314。啊，原来我最想的人是他。你们的是谁呢？这只看起来蠢蠢的就选你啦。小仓鼠，昨晚去吃了什么？怎么这么胖嘟嘟的？让我来帮你瞧瞧。这是什么？手机。是个手机。这是怎么这么小？好像里面还有东西耶。原来是个迷你小手机啊。算了，咱们还是接着猜吧。你这只怎么长得不一样啊？扁扁的还这么的小。什么东西黑黑的？蟑螂？怎么会有蟑螂啊？原来是假的。虚惊一场，还剩最后一个了，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迷你小仓鼠。小伙伴点个小心心给我几点欧气吧。我来咯。这是什么？不会真的是迷你仓鼠吧？让我细细看。哇塞，居然真的开出来了。你们看这个小仓鼠多可爱。让我看看你晚上是不是会偷偷的跑出去玩。现在已经11点半了，天都全黑了，等等看吧。